无啊，
啊，我明仔载上班要创啥物咯？无啊啊啊！啊，毋过有呢。啊，我暂时哪会晓赚我的第十桶金啊？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成为我百万富翁啊？哎，啊，毋是有一条歌，大家有人听？陈丽有一条歌吗？哎呀，欢喜就好啦，规工哎，什么烦恼无到遮，啊，烦恼事伤大，啊，歹拼送，哦，食甲伤好，搁血压高，哦，啊，水某搁缀人走，嘿啊，啊，大厝大厝搁歹拼送，吼，有时有品，哦，想到济啊，我叫你来听道理咯，唔听，哎，想讲啊，我搁要孙。下课，还袂去食，安尼，衫还袂穿，天气歹，但是会好天，食到超烦，哦，啊，阮妈妈嘛同款，无孙哪好，啊，你啥物讲的？人讲吼，五子登科有无？银子、车子、房子，吼，妻子。丈夫还有孩子，吼，大大细细拢爱烦恼，拢爱操烦，有忝无啊？啊，不过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嘞，都会遇到呢。你有说，像是啊，你讲想烦恼，敢袂拄着这？会啊，同款的啊。平常因为身体关系吼，啊，就即摆工课需要来休养自己的身体。头一个烦恼的是阮阿母啊，伊讲，哎呦，啊你身体有用的好无啦？啊，身体用的好，啊你要去找头路无啊？啊无钱好赚，你要做啥物啊？真麻烦，做人有份有苦无啊？有啊，一天到晚想想东想西，人生亲像在眠梦啊，啊毋过梦若醒。繁华变成空，迄神父拢安尼甲咱讲啊，为虾米？就是因为咱伫人生当中啊吼，生老病死啊吼，还有什么爱别离苦，因甚之苦，然后求不得苦，怨憎会苦，而且苦里面安尼一直连动，洗到哦头晕目暗。咱前全面条还要三无半条，有无？啊，人生有够苦的，我爱想啊，我爱想你就错了。每当因为安尼哦，我有爱别离苦，我有怨憎会苦哦，我有求不得苦，我的一个心就去予啥物绑条的。我的眼耳鼻舌身意绑条的，我们的五蕴啊，吼。咱的世间的真事物，拢甲咱引掉的，安尼就无好啦。有下放一块，搁一个片子给大家看，很可爱哦。或许哦，只要看这个，我都会会心一笑。啊，也是自己自我反省啦哦。你看哦，咱哦做代志唔通想多，像水牛一样安尼哦。来帮我放，谢谢。好，你看哦，在河边喝水的水牛吼，伊就讲，迄水内底是空气啊吼，啊，即摆伫阮遮就讲，毋是迄沙头，两个伫遐争哦，伊讲迄是空气啊，毋是沙头，空气，毋是，我拄互你看，我若无叮当哦，沙头啦，袂叮当，空气啊，我讲用水互你看，我试互你看啦。我甲你讲，迄是空气啊，迄有食去啊。啊，即只就讲，哦，迄有食去啊了，啊，空气。啊，边仔搁来啊，插头啦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哎，各位浅浅，这个片子吼，虽然，歹势吼，因为后学很喜欢找这个影片，为什么？因为。用看哦，比用阿讲的听的较紧有无吼？
比较容易了解。咱的心就是安尼啊，执着、执着、执着于自己看到的、自己听到的，没有真正用心去体会的时候，你会去切到人的意，你会想歪掉。很奇怪，这个就是自我的障碍，因为说我是对的，我是对的，别人看的都是错的。可是有无？刚才那个短片证明了，呵呵，眼睛为凭，你无钱再去吐吐吐啊，好嘴好喉又口鼻口鼻啊，真的是得不偿失啊！不要跟愚蠢的人做争执，好，不要。莫跟遐无明理的人，甲人咧争啥物好呀、歹，不要产生这种对立的状态。因为咱即摆修是修，咱家己修道修心，办道尽心。啊，修是修我们自己，生死大事，生死大事，咱家己的问题，唔是别人的代志哦。好，各位浅浅，好。全部都是从这一颗心开始在做了，全部都是这一颗心在做的。后学可能又点到了当掉。每一次哈，那你出发心，如果没有找到我们的原始那一点的话哈，就会开始怎么样？受到眼睛看到的、耳朵听到的，去把它束缚掉。先佛说一个人一颗心常常奔驰在智库井里，智库井一个古井，古井是不是很小很微对吧？不过我们一个心就在那智库井里这样弄来弄去而已。没有了，谢谢，时间的关系不可以放太多给大家看了。好，来，仙翁很慈悲哦，一公哦，考不动你的心，就不叫考卷，不叫你身心受煎熬，就不叫锻炼，过了关，就回到性命的源头，过不了关，就走到哪里？生命的尽头，人生这一场戏。是一张单程车票，只有一趟去，有没有再回来？没有了啦！各位浅浅，咱拢足幸运的，为什么？咱拢受到名师一指，拢开了咱的智慧的窍门，我们都开智慧了呢。啊，咱有用咱的智慧来做代志无？咱来想看卖哦，仙翁慈悲就安尼甲咱讲啊哦，一天到晚出考题予你，啊你爱去做爱去应答无？上天给我们考试卷，我们只能面对，不要逃避哦。像这老师啊吼，伊本地袂晓唱歌，爱干嘛教小朋友跑步啊、打球啊、做体操啊。啊，因为就要让小朋友会晓唱歌，合唱团嘛。之前我们不是都有一个合唱团吗？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你知道合唱团要有几部声吗？高、中、低三部合起来嘛，啊，这个老师不会呢，不会怎么办？他说他跟校长讲，我唔知影讲我做了会安那，唔过可是。我已经很清楚知道，我足清楚，我知影我家己。若是我无去做的话，结果会变安怎？了解无？咱爱尽咱的心。人家说当一天和尚要敲一天钟。啊，修板道嘛是同款爱安尼，尽心。因为咱是原胎佛祖，对不？爱找到咱的本来啊，敢毋是嘞？
虽然讲我即摆表现到无安怎啦，无想讲十全十美就完美的啊吼，毋过我有尽心去做。人讲有一句话讲，咱若无够啥物，无够满啦，也袂记啊。倒一个前提，咱个无够饭卡嘛，够满啦。好，感谢你的注意。有项吼，较袂晓讲这个，听咱俗语啊。人若到饭卡，咱若到碗啦，吼、哦。虽然我较含慢，啊，毋过我尽心尽力去学习，总有一天我会登顶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无相信哦，不要不相信。道真理真天命真，为什么老师跟咱讲吼，在座的每一位徒儿，上天都有留一份给徒儿们，所以我们要认真哦，要认真去走哦，去做哦，不要只有口说无凭啊。好，如果就像老师这样讲啊，人生好歹会永远，唔免怨，唔免叹，修道无分好夜晒，尽心付出。这是咩啦？感情，快乐的出发。人生好歹会永远，唔免怨，唔免叹，修道无分好夜晒。真心付出，自然广告现，电文现，小文现，认真努力修完，在心结缘享了缘，随好这功德，四海都有缘。这是老师的。谢谢大家的掌声。唱到2266，咱人生吼、哦、爱看重咱自己，要看重自己哦。我们在座的各位先生，咱在座各位前辈，咱拢是道中的栋梁，唔好小看咱自己哈，唔好讲吼，像学校常常咧听讲前辈者是老菩萨讲，哎，我老啊啦，无效啊啦。拢袂晓做，互少年人去做就好啊！千万毋通安尼看轻咱家己哈。咱吼，流涂骹嘛会使，洗一底碗嘛会使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人摕毛巾嘛会使，有无？虽然讲，咱袂晓，咱嘛会当切水果啊，洗水果啊，洗水果对无吼？加加减减，加做过，对无？无修道无分好夜晒，修办道没有分你我啦，没有分贵贱，对不？大家认真付出，这是老师跟我们讲的，用心，哦，这样子让自己的脾气毛病消一点点掉，才没有挂碍，哈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先铺排什么呀？职责。使命、还行啊，今天就他的那个档案、都一直有问题，那你们要很认真的听后学讲，后学是故意的，哈哈哈因为后学哈、哦、有很多的东西要跟大家前贤们一起来分享。好，那我们跳到下一个，再回来，往下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哦、我们的前贤很慈悲哦，他都知道后学了。修行者保持一个善念，处事圆融。哎，甲好多人甲讲同款哦，咱这点心有啥物爱安尼爱考我，因为咱会调着咱家己的立场去看代志，去做代志，不替别人想，安尼就毋是修道者的本分啦哦。
所以哦，咱即马吼，就爱保持一点一点的善念。来，这个很可爱的辫子，你看哦，这个人拢笠袋啊，手捧笠袋啊，对吧？吼，吹啊奥嘟嘟，对吧？吼，好啊，好，我无一个代志做伊听。明仔笑，嘴爱甜，嘴爱甜，腰爱软，
手爱好，下手爱紧，下手爱紧，目色爱好，目色爱好。哎，啊，度量爱看，度量爱看。哦，好哦，我们咱是道德销售员呐，吼，爱伊吼，保持这个善良啊，爱度量就是爱安尼哦，吼。啊，因为这嘛是重要的功课咧，啊，甲咱大家做伙做交流啦，吼，交流一下，无咯。就含白面，咱家己暗藏啊，暗藏嘛无效诶，对无？好，心宽路就宽，幽暗嫩，心处低一点，处处处低，人家就接近你。啊，你如果心态摆高，高高在上，人家就远离你。你这是仙童慈悲说的哦，咱千万唔通安尼讲啊。啊，修道书啊，两个道就是用什么看人？用看人哦，不行哦，哦，我们做什么事都是要十五条佛规里面有一个什么？谦恭和蔼，对不对？嗯。再来就是谨言慎行，多。所以处处都是要以善。放在心上啊，做佛事，说佛话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下一个。嗯。好，讲就是呗，一个。没关系，我们哈就是要靠这样子来练就我们自己。谢谢啊，好。嗯，好，好，这个心累了，想开一点，世界遐尼宽，不要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放在心上，安尼对咱家己无好，对无？嗯，想较开的，不要钻牛角尖，后续吼。最近在看新闻，不是有在讲什么提到霸凌的事情吗？嗯，读书也有霸凌，对不对？工作也有霸凌，对不对？嗯，候选也是被霸凌的一个。被工作在工作上被人家排挤，有啥物？啊，慧玲姐，你年岁遐大，你当时要退休，啊，你脚手哪会遐混沌遐慢？慧玲，你今仔日都做唔着去，算唔着去，啊，你头脑是无清醒呢？哦，讲的话真正是听的吗？很不舒服啦，不是不能听啦，是很不舒服。长期下来就是被受一种心理压力，有没有？心理的霸凌，言语霸凌。可是哈、哦，后学很感恩，感恩什么？感谢天师德，我有哈有这个机会让听道理，听经文法，不至于说外心。袂开，有啥物？在外面是放电，把电力用久啊，电会无去对无？啊，不过来运动是啥物？充电哦。各位浅浅，咱来运动是充电的时间哦。咱的精神啊好，身体就好，对无？嗯。后学如果没有把工作辞掉。后续也没有机会站在这里，可能跟大家说拜拜也说不一定。嗯，真的哦。后续刚刚在后面跟李任还在闲聊，然后如果不是因为道场，不是因为修办道，咱这个心哦，还搁伫个圆心呐、啊，咱的观力还搁伫个，又怕行袂出来。嗯，好、哦。所以心累了没有关系，听听老师的话，唱唱老师的歌，心开，心宽路就宽，对吧？啊，大家讲是不是教咱迄部面爱笑，嘴爱甜，吼、哦？有迄部的呢。嗯。无，咱弥勒祖师的特德有啥物爱讲？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。满腔欢喜笑开天下母亲愁。嗯，这是有伊的配播呢，伊甲甲大家讲啊，哦，啊咱大家拢无照做尔，敢毋是？
对啊，咱拢爱叫一个面，苦瓜面。所以不要啊，咱修蛮多是爱愈修愈欢喜的，越修越欢喜呢。人家济公老师修的是什么？开始那个欢喜的道、嗯、法门呢？不是咱咧悠悠格格的法门呢？伊敢有讲我邪而破，我貌而破，我就无爱修，我无爱做事啊吗？无啊，人家济公老师多好多潇洒，来就是很新的时阵来就是。徒儿们好佛，你看，是不是偌好诶？我那看到老师来，我就好晒人脸吧。啊，他后他就跟后学讲说，中途每每看到为师来也哭，为师没来也哭，你知道吗？看到老师来，我是感动到，真的是感动到不行，说不出话。哦，天恩师德，这是咱的天恩师德，所以，继续往下吧。好，泪眼看世界，人泪心也泪；笑眼看世界，人笑心也笑。那佛性呢？佛呢？看众生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用佛的角度来看哦。不是用那个也个人的角度来看哦，嗯、对不、嗯？一切都是由什么？咱的心生出来的，万法由心生，万法由心灭、嗯，对不对？嗯、不要庸人自扰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去电脑里面查、哦，打困难两个字的解释比较多，还是打？方法两个字的问题比较那个资料比较多，呵呵，答对了。困难是一时的，但是我们去找哦，办法有没有千千万万种？嗯，有很多。我们不相信，我们去那个 Google 里面去找找看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嗯、好，下一页往下，谢谢，我们往下走。好，他这三个娃娃每次我都看到我都笑，为什么我不能像他这么开心呢？对不对？然后后雪不开心的时候，后雪就唱歌。前几天真的不开心，后雪就唱歌，唱老师的歌，唱得意的笑，唱一唱歌，笑一笑就好了。没关系，前面前面前面啊，谢谢。好，人家古人说，微妙法的深处有一点真心。老师说，不要读的经，不要读的仪，都要读你的一点心。好，好，咱的佛心，佛做的事哈，文字中国文字很漂亮，很美。人跟一个福做出来的是佛，福是什么？不是人做的事情，是佛呢。哇，我们要做非常人的事情哦，对不对？我做佛事啊，这一点真心诚意，上天都怎样感受得到呢？哪怕是我们。是一个小小的动作而已，只要是我们真心的，老师知不知道？天佛知不知道？知道啊！就像刚才那影片里面，我跟他讲，囡仔负责你啊，这一点善心，上天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，对不？啊，咱等下呐，食饭休困的时阵，啊，拍摄啦，是的，甲你降一下位嘞，挪一下，这个出发心。这个善心，上天知道吗？知道啊，诸天仙佛，我们现在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学姐，他们在不在？在哦。我们是那个开天人合一班，仙佛菩萨都隐身，隐身在哪里？佛堂周遭，对不对？哦。所以咯，我们要用这一点真心表现出来咯。好，修
就麦当劳就是这样子，日常生活上就是这样子哦。好，下一个，好，是心在做的，讲来讲去都是心在做。咱的心嘛，为什么那么多考验？逆境也考，顺境也考，无非就是要让你成就，无非就是要让你变成好的样子，恢复到本来的面目，哦，找回我们自己最原来的。好，再往下，谢谢。我又再把老师请出来一次咯，随缘自在，你的心圆了，跟大家融合在一块了，你心会不会自在？会啊。各位姐妹，咱姐姐敢有无自在吗？有伊啊，有擦擦的，无所在不舒服的吗？无啦吼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这么大的佛堂，这么宽敞的环境，让我们修办道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啊，随缘自在的环境，咱爱珍惜哦。哎呀，好。哎，头段是不是讲着讲，咱一世人就安尼一转呢？这一趟，吼，人生不要白来，不要交白卷。上天给的考试卷，咱都爱干嘛？老老实实甲写起来，甲记起来。为什么？爱对咱家己负责啊！心放宽，就自在，就安然自在。对不？不是台湾只讲讲的尔，真正是伫日常生活当中就会拄到啊。夫妻会不会吵架？会啊。兄弟姐妹会不会不和好？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跟老爸老母相处有没有和睦？有没有和颜悦色？哦，这都是我们人生的舞台呢。对不对？那每一个人各尽其职，需要烦恼吗？不用。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睡得好，这样就好啊。不要求太多，你如果欲望太多，真的就是给自己设什么烦恼障。很多的障碍都是自己生来的呢。人家说烦恼挂心怀，事事执着啊。如果你看到前贤做得不够好，没关系，他是我们的借镜，不够好没关系。那如果需要什么改的，我们再来改，再来改进，对不对？不要去计较，当下就去给人家指导。阿慧玲啊，你今仔日安尼做无好哦，你只要摆到歪头起床，你都无叫你老人。啊，人若安尼甲你讲的时阵，啊，你若现场你就生气，我后摆你来摆啊，啊，你就安怎，咱就完蛋蛋哦，就像那个前面，我们是不是有听到说，一个师父讲，对你对就对，然后儿子说，好你对就好，我不对我就出去了。父母亲会希望自己的儿女就直接出门吗？离家出走吗？没有啦，父母亲会唠叨是因为伊疼惜，你要甲转念啊，咱爱甲转法轮哦，咱爱甲洗者。我们要有正面思考，爸母的安尼想是因为伊徛伊的爸母的立场，爱护咱。啊，咱若关心爸母，咱敢会当那个饭来张口，茶来伸手，袂使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就不对了吼。锱铢计较，这个就不是修道人的本分了吼。好，随缘自在。好，再继续往下。谢谢，又到了。好，没关系。
修半道就是这样啊，讲讲再多都是一样，看你的心放不放得下，懂不懂得运用。好，可能你有时候会遇到不快乐的事情，不欢喜的代志就多啦，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。可是各位浅浅，啊，咱若卖去想迄八九，咱想迄一二，较快乐诶，当好吗？对啊，对无？我今日来遮分享，我听到你，哇，这个老师搁会晓唱歌，搁会晓讲笑话，我是毋是足快乐诶？嗯。是无啊？啊，我若无来咧，是我家己诶损失咧。吼、哦，啊，人若叫我去唱歌，搁叫我去跳舞咧，安尼嘛是一工。啊，我来分享听到你，搁会当甲好朋友做伙开讲，做伙食饭，搁会当看到。前辈者甲咱鼓舞，想赚较济，当然是咱较济啊，对无？连外口花花世界拢依恋着，咱的心拢走伫外口。啊，毋过伫了分堂咧，敢有做伙呢？敢毋好？好啊，你这当然嘛自在快乐啊，对无？啊，去外口爱赚钱。都爱注意自己的安全。人家说道，你身在道中就不在劫中，这样是不是很好很自在、快乐啊，和乐自在，逍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、凡事不要想太多，不要计较太多。人生都讲说、有两种教不可以信，一个叫做计较，一个叫做比较，这两种宗教不可以信呢。啊，咱敢有信？有啦，加减啦，后学也有信啦，后学也有信，不骗各位，后学也会计较，也会比较，比较什么？你那讲他大碗，我来讲他小碗。哎，伊咧食较济，我咧食较少。哎，伊较大空诶，啊，我差不多啦。我嘛爱去比较呢，吼、哦，毋是买了，因为许阿哥咧创啥，阿哥咧学，阿哥咧修，我即个心阿哥无圆满，对无？生离死别，看开。你如果很多事情都没有看开，放不下，只有自己呆。人讲人呆看面就知，咱爱做呆呆吗？通哦，放下来。头拄仔讲的，心爱看，心胸爱看，对无？面爱笑，嘴爱甜，腰爱软，心胸放落看。像面条做事安尼，好无？好啦，放下来就不会有起什么心涟漪呀，涟漪是啥物？弹一粒石头落，啊就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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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迄个15个水桶七上八下安尼有无？好，袂，收到就是收咱这点心，看啥物代志，有一个。这样子感觉啊，感觉目睭唔好睇伤紧，睇啊大对无好，目睭爱乌龟啊，为虾米菩萨都两眼八分闭，两分开？目睭细细对啊，乌龟啊看就好啊，唔好看伤紧，看伤紧对家己无好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你若看伤多。目睭调着，心就畅快着。微微啊看，没关系啦。修烦恼的代志，对不？上天的事情，老天自有安排。我们自己的本分，自己要做好。修道是修自己的呢，修咱家己的呢。不是为点样子修，也不是为倒一个点点修呢，不是哦。各位先生，咱唔好
被自己的心给绑住了，嘿，好，再最后往下，谢谢。生命没有彩排，没有 NG， 每当点来哈。后学再强调哦，就是安尼，做好咱家己的本分，珍惜咱一世人会当修完道的因缘，吼、哦，咱这颗心。靠着在修观道的因缘来遮活，来遮入门，吼，愈做愈好，愈修愈快乐，愈修愈圆满。这条路咱会顺顺利利，修道路不要停摆。老师讲吼，怕徒不怕不怕徒儿慢，但是怕徒儿站，又怕徒儿向后转。老师就是怕這樣，所以咱不通說，啊，咱袂曉啦，袂曉，袂曉，都是人會曉先，就會當先做的哈，無啊，都是先學才會的嘛，對不對？所以咱家己的脾氣毛病，在修辦到這個路程當中，隨時二六十鐘，攏愛反觀自照，家己想哦。哦，这个智慧爱提出来，伊想讲咱即摆做诶代志对毋对？吼、哦，前辈正甲咱提醒，安尼对毋对？咱有修入来有一心无？以人慈慈悲做主体，咱诶心才会空旷，以咱家己做标杆，以身示道。都在咱的心上，哦，各位先生，安尼好无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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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好。有哈吼，今日常常出出啦，啊，甲各位前天比较分享后学的一些修办道的点滴跟心得啦，啊，讲了无好势、无圆满、错误的所在吼。请咱师父慈悲下罪，请咱负责的咱的两位点师，啊，咱的在座的领领、甲副领领，还有各位大主人才，甲互相指正啦。啊，后续吼，真的很开心，今日才来到这，甲各位前天做伙来学习，很开心，很自在，吼、哦，逍遥自在，随缘自在。那后学呢？感谢上天慈悲。那最后祝福大家，各位前前辈们身体健康，法喜充满，福慧双修圆满。谢谢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全道提供，分道提供，价格。